世界杯克罗地亚 3-0 阿根廷提前出线，卡巴列罗送礼。北京时间6月22日2点，世界杯 B 组第二轮，阿根廷在夏诺夫哥罗德体育场迎战克罗地亚。上半场，阿库尼亚中门，恩索佩雷斯推射空门打偏，一边再战，卡巴列罗失误送礼，雷比奇打破僵局。随后莫德里奇禁区外无解世界波锁定胜局。中场前拉基蒂奇锦上添花，全场比赛战罢，克罗地亚3-0阿根廷提前一轮出线。比赛亮点不容乐观，阿根廷两轮过后仅积一分，出线形势不容乐观，挥霍良机。恩索佩雷斯上半场面对空门打偏失误送礼，卡巴列罗出球失误，乌龙助攻雷比奇破门扶不双至，雷比奇收获进球后伤退。精彩回放，第四分钟，佩里西奇左侧禁区内晃开梅尔卡多后抽射远角，皮球被卡巴列罗扑出底线。第12分钟，萨尔维奥右路到三角回传，阿圭罗右脚打门被洛夫伦挡出。第21分钟，阿库尼亚左路起球，皮球打在雷比奇脚上产生折射后击中横梁弹出。第26分钟，阿圭罗左路突入禁区后横扫门前，斯特里尼奇头球解围化险。第30分钟，阿库尼亚左路下底挤开洛夫伦后，面对出击的苏巴西奇选择横传，维达门前解围不远，恩索佩雷斯得球推射空门打偏。第33分钟，福尔萨利克右路转移，后点曼朱基奇头锤没能制造威胁。上半场补时阶段，莫德里奇反击中精妙转移找到雷比奇，后者扣过萨尔维奥后右脚劲射打高。第53分钟，卡巴列罗出球失误，雷比奇禁区内得球后凌空抽射笑纳大礼，阿根廷 0-1 克罗地亚。第64分钟，佩雷斯送出直塞，伊瓜因回敲中路，梅萨射门被苏巴西奇化解，梅西补射再被挡出。第66分钟，福尔萨利科右路将球扫向门前，曼朱基奇顺势射门击中球门边网。第71分钟，迪巴拉右侧禁区内左脚拨球射门稍稍高出横梁。第80分钟，布罗佐维奇左路横传，莫德里奇禁区外晃开奥塔门迪劲射入网，阿根廷 0-2 克罗地亚。补时阶段，拉基蒂奇利用反击机会打进第三球，阿根廷 0-3 克罗地亚。此后双方均未取得进球，全场比赛战罢，克罗地亚3-0击败阿根廷。出场阵容，阿根廷23卡巴列罗，2梅尔卡多，17奥塔门迪，3塔利亚菲科，18萨尔维奥，5622帕伦，15恩佐佩雷斯，6821迪巴拉，14马斯切拉诺，13梅萨，8阿库尼亚，10梅西，19阿圭罗，549伊瓜因克罗地亚，23苏巴西奇，2福尔萨利科，21雷达，6洛夫伦，3斯特里尼奇，4佩里西奇，82巴科瓦西奇，10莫德里奇，18雷比奇，579克拉马里奇，7拉基蒂奇，11布罗佐维奇，17曼朱基奇，93武乔尔卢卡。